玩具商调酒啊，他这个调是不玩的，玩调酒啊。我想想。哦，影视啊。怎么感觉好像影视都没有先追我嘞？顶多也是先追一下下而已。哎呦！哇，你那么早喝那个回血啊？才那个四分之一不到的伤害他就喝下去了，对吧？1.2×3。而且他这一刀被打到了耶，没有给他，这是被反到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夸张了这个！完了，这也是一刀倒，该没有被技能牵制就打到一刀耶，有点夸张。这我不帮你扛了。哇，倒得好快哦！先追我不想赢，是不是？先追我才能做那个素材啊！我现在只有一个那个翻盘秀那个影视的那个素材而已。我想做多一点影视的素材。是吧？哇，这把是真的没了啦！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！你跟我说，这还能怎么玩？夸张欸，真的夸张欸！他应该是想挂调酒之后，然后过来那个、啊、用技能赶上那个。哎，没有哎，那不是给调酒机会那个？哎呀，歪歪歪歪歪，真的歪！糟糕，开满技了。哎呦 ，CD 好快。没办法，开满技的四招要躲。你
看现在绕圈圈都可以绕很久，我就不懂前面到底是什么没有用技能就打他一刀的。难六喽！哎呦喂！我发抖，我发抖，转不了点，只能硬绕。嗯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为什么一次怀表它就可以那个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。啊！我来不及摸啊！哎，等一下有没有这么夸张？哎，傻眼！还好还好。啊！糟糕，这个怎么长这样子啊？哦，还好。干，这个还是踩到了。哦，很急。用错了哈！好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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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你交的是。何？还好啊，怎么还是一直吃刀？这个飞轮用不了啊！应该是来得及开完吧，应该啦。OK， 还好稳住了，后面六出时间来了，所以影视就这样子了，真的。